小龙，强哥，哥，高先生好。那个弄好了吗？基本没问题了。好，你们先出去。好的。哎，俊敏。高先生，我这个衣服啊，好像有点硬了，回头给我做软一点。好的，高先生。谢谢啊。 叫人！我在里面缺的，我全给你补回来。你嫂子给你买了辆礼物，带你去看看。走，走，走啊！ 进去的时候啊，这地方还没有。现在啊，这可是商业中心，你看这机子，一股两百多。老公，大嫂，回去看。耿小龙，小龙，叫大嫂，嫂，超哥。自己家人，在里面6年辛苦了，看看这个游戏机，挺喜欢吗？ 你大哥买下来了，送你，以后你管。谢谢强哥，谢谢大嫂。自己家里人。出来了。哎，别小瞧这厂子啊，你周末可流量上了，稳赚。 以前啊，5毛钱一个本，现在1块。行了行了，你们别逗他了。高小龙到，出来了，放松啊，这些啊都是小 case，带你去看个大买卖。走啦。 小龙，哎，这里到头了吗？嗯，到头了。你的人生刚开始，没有到头，看好了啊！过来。 帮我打开它。哎，等等。又会。干！你的人生之路刚刚打开。小龙哥，外面都是掩饰，这儿才是真正的大买卖，大破局。